听到声音吗？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啊，我们看到青岛是可以听得到的，其他地区的同学呢？啊，我们看到，杭州 OK，苏州、杭州，阿德莱德。上海同学也都听得到，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解，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金融交易在今天的行情的变化。今天是在北京远见财讯的现场来做的，今天晚上会在这里做一个小时的连线，应该现场的节目。晚间的北京时间的9点到10点啊，所以先期到了这里。那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行情的这个走势呢。今天是，2017年11月7日，Coach 为大家带来的第927期的讲解。我们继续来分析国际金融走势的变化。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讲解的 Coach 金融交易学院，是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专业交易策略指引的金融服务机构。那也是，CCTV 证券财经频道，那我自己呢是学院的院长和创始人，也是 CFA 注册金融分析师协会的认证会员，和 CCTV 证券财经频道的分析师媒体撰稿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走势当中，基本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们在谈及行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市场最为关注的是，澳币的走势，那澳币，是否会加息，始终会牵扯。或者说影响到这些投资人对澳币的看法。那我们昨天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认为，澳币在数据公布时间点上会形成一些强势上涨的行情。那当然，这个强势上涨呢，最终因为这个行情没有变化，所以产生的走势呢，只往上走了大约50多点了。那这个行情呢又逐渐又回来，那现在约略损一两平。由于我们昨天在交易澳币的时候仓位并不大，大约用了一手的交易去做这个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笔交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在之前谈论的澳币走势的这个要点。那我们说在金融交易当中所谓的规律性。无论是技术面上的规律性，还是基本面上的规律性，都是通过我们对某种特别特质的货币在特别环境当中去走出某种走势去得出的一些分析的结论。那我们看到澳币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运行的状况。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去询问一下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同学当中，有哪些同学去交易了澳币。昨天的入场点位是在7654，那现在7660，仍然有一些盈利，最大的盈利达到了46点，接近50点的一个盈利。我想各位同学在交易当中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盈利。马上我们看到行情在走的过程当中，4小时图上走出了一根昨天走出大阳线，那今天又回调，逐渐我们看到澳币在底部的时候形成筑底的状况，这种筑底并没有反转确认，但是我们看到节奏上已经产生了变化，大型阳线在底部产生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反弹行情。来看一下今天，交易内参当中对澳币的解读了。我觉得，澳币有可能会走出一些，我们就是可能会走出一些比较强的行情了，就是建立底部了。那我们今天的交易建议大家去在欧澳美日上面去寻找这样的交易机会。昨天的时候，我们认为澳币习惯性的走高，那在走的过程当中，澳币也确实是走出了这种习惯性走高的特殊规律。那今天就形成了一个单边的获利行情。昨天的7640企稳，在这个位置上企稳，那形成的将来的上涨行情有可能去勾住底部的区域，这也是本周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不去把澳币的这个去做这样的平仓动作，其实也去包含着一种对澳币有可能走出这种上涨的这种判断了。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澳币的走势啊，因为看一下这个货币，我们看到，澳币周一的时候，澳币从目前低位7650地方企稳反弹，那澳币在底部区域形成了3次的筑底的结构，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三次的筑底的结构。早盘因为 RBA 会议利率决议一度上穿了七七，注意七七是个强关卡，七七是一个比较强的关卡价位。那习惯性的上冲的特别规律走出之后，随着它没有加息，开始逐渐的又回落到原点。我觉得，汇价无法反映的反复的冲上多空分界线的上方，有可能会走出一些高空的行情，就是在中长线上的澳币的走势是不太确定的，啊，中长线上不太确定。但是我们看到，澳币虽然不太确定，但是澳币对纽币的行情，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确认的。啊，就是澳币冲高有回落，纽币是一个单纯多的行情，所以我觉得澳币本身如果没做单的话，它落实在澳纽上面也可以。这个单我们暂时可以不平啊，因为仓位也不太重，我觉得澳币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多的格局，不去看它。来看一下澳币对纽币，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澳纽的行情，继续维持原有的这种下行的走势。Zimmer 版当中来看一下。半小时图当中，今天冲高到我们的 Zimmer 板当中的这些位置上的时候，冲高到正二区行情交易当中的应该这是负二区，冲高到负二区，同时这条黄色的线形是我们在交易当中所说的月线啊，这条月线也有效的阻挡行情的上涨，所以我觉得澳币对纽币这个汇率仍然走在一个。偏空的一个走势当中，而且这个走势呢还是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澳纽这个图形，暂时还会继续的持仓持有。我们来看一下澳纽，这张图上有些同学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简洁形态，在四小时图上来看，四小时图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澳纽目前的持仓的这个状况啊，澳纽累计的目前，有两个位置上单，1.12的空单和，1.1150左右的空单啊，一个是五手，一个是八手的空单。那空单的，有两波空单。那我们在昨天说的时候，这些位置啊，实际上，澳纽在目前的状况当中，因为它沉积在了一个行情的底部区域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逐渐去减少一些它的。减少一些它的仓位。大型阳线虽然走反转，但是这个行情走的脱离的不太远。我们原来的仓位如果，是，五手、三手加起来累计八手交易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我在这儿也问一下我们各位同学，有哪些同学还持有着澳币和纽币的这些类型的交易的单？比如说纽币的多单行情和澳纽的空单，就是纽币多单系列的，还有哪些同学持有的这些交易单呢？好，我们看到，繁华同学有欧纽的破位空单，为什么小一点都有放牛的空单？我觉得这些空单，我觉得在做的时候也都做得不错啊。我们来看一下手术方面，我们成交的最大的一个澳币对纽币的单，现在已经形成了大约一个5000-6000左右的盈利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图形当中，这个单是应该去做一些减仓动作的，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形成一些支撑的作用。我在这里跟大家截一个图，我们来一起去，去来看一下这个行情的走势。就是，这张图也是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这是今天做的图，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累积交易状况的一个单一个统计，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去做这个，做这个单，在10月份的时候累计做了41笔交易，其中，18笔盈利的，23笔亏损的单。那平均的盈利是2190，平均的亏损是1190，那损益比的是1.84，整体形成了一个资金的上涨啊，这是我们在10月份的时候的这个交易的状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啊，再和大家来看一下澳币对纽币的。
啊，这是澳纽的行情。啊，澳币对纽币的4小时图，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如果仓位和我一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减仓动作。那么哪里去加回来的？我们看到目前在下破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连续去触及底部，类似像这个连续的双针探底的一个格局。那这个图形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地方有几种可能啊，破下去当然是很明显的一个破位行情，但是如果行情停留在这儿的话，那这个图形呢就可能会形成一些反弹的行情。那走的结构呢，就是可能反弹。那如果它走反弹，它就是双底，双底。如果它在这边破位，可能的破位那是什么呢？那是颈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澳币对纽币的这个图形，它在这儿面临一个关键的位置。那我们经常在交易学中就是这样去判断它，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的时候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然后破位再去重新拿回。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个关键的数字，它属于上一波大涨行情的0.0618的位置。所以这个图形，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0.618的数字，它表示说这个行情在之前走了，一个一，然后现在回调到0.618，所以中间有可能形成一个上涨通道型下跌，在0.618位置形成支撑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论，是在这里去做一些减仓的动作。好，去这边获利了结部分头寸，这是。在之前的时候走过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平掉大概一半左右吧，平掉中间的一半左右，或平掉3手左右的这个头寸，平掉大约3手左右的头寸。那很多投资者说是到底怎么样去做分布平仓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它就是在做分布的平仓，于市价买不是买啊，就在这边平仓啊。我们看到目前的盈利的是6110，平仓过后呢变成2400，那平掉了3660澳币的盈利。那假设这个行情无论是走出破位也好，还是反弹也好，这个行情其实不具备交易机会。我们期望它继续破位下去，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就说过了，澳币对纽币的这个行情可，如果一旦发动，可不是一个小行情，它是在周线级别上的一个大行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形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澳币对纽币的这个图形。我把这张图也发送给大家。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对纽币的包括澳币的图形啊。那我们投资人在去做的时候，我觉得澳币的高空行情是空在美元上，那澳币对纽币的是空在澳纽上，所以我觉得两种货币哪个更好一些？我觉得就延展性的趋势的发动能力的话，澳纽其实也不差的，澳纽也不差，而且澳纽的利息方面要走得比较好一些，所以这是我对它的看法。回过头来，然后再看一下欧元的这个运行的图形和走势。欧元我们看到周一行情较为清淡在1.1580的位置上反弹，看看它中间日内关注德拉吉的讲话，
它处在非美当中比较弱的一个走势当中。那我们看到，在非美的货币当中，走势最弱的，英镑是走势最弱的，负的0.88，美元兑加币，那我们看到是负的1.3，周层级上负的1.3，说明什么？说明在目前的状况下，加币是最强，原油已经破位，加币形成它的强势走势，所以美加我们在昨天有做空美加，行情大幅下跌之后又有所反，就增加的交易单，美加是本周的一个重点。昨天我们去谈及过，我们在做基本面分析的时候去谈及过美加。好，这是美元对加币的图形。美加昨天做空之后，行情走出了一个大型的破位行情。那破位行情走到了，走了，获利了有58个点。那今天又走出反弹行情。我个人觉得，我们昨天在布局美加的时候，是以大型阴线的破位去做，大型阴线的破位去做的这个空单。那目前行情在反弹的时候，我觉得几个动作把这个止损单的移动下来。把止损单移动到这个前期，就不要去延续到这个大型阴线的顶端了，而是放在这个盘整区间的上边缘，并且过大的这种可能的过大的这种亏损了。那另外，我觉得这个行情在交易当中4小时把它变成日模板。那昨天的这个图形入场的位置，从大型阴线的内部的二分之一开始一直往下做，美加在这里，从昨天的线往下做，它从周数轴线开始往下走，今天行情重新回到了日成本线的和周成本线的内部，其实又重新回到了见龙在天的内部行情。我觉得，新的交易机会或者日内级别的交易机会可能在今天再次产生。那这个图形在昨天的时候，截止目前还有，315澳币的一个盈利，那在盈利最大值的时候往下走，它走了大概有40多点，那有大约800到1000美元，800到1000美元的左右的一个盈利的状况。美元对加币的图形，就4小时图形而言，我看到美元对加币现在在构筑它的顶部，局部上下方前期大阴线的低点，以及本周周数轴线的第一支撑位置是在1.27的位置。这个位置撑住还是破位，将会决定将来的走势。我个人觉得，原油价格已经上涨，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去强求原油的空单了，而是去离场原油的空单，保护作用直接就放在我们最直接的美元对加币的空单上面，就不要再去强求原油的反转这是我们去看到的美元对加币的走势的状况我觉得美元对加币这个图形还是不是特别乐观。当然，我们在本周的时候说，它的这种不乐观最主要来自于加币的自己的走强，加币本身是比较强的，美元本身在这周的时候它走的力度可以说不弱的，美元自己不弱，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图形的变化，包括我们看到，黄金还有美日的价格都会看到美元本身的这种不是特别弱的这个货币，但是美加在往下走，所以原油还是很强的一个货币这是我们对它的看法。那另外，进入到本周，我们说基本面依然在一些特定的货币上会影响和主导行情。那这两种货币，有这样几个。我们说本周的大事件，第一个，我们说今天的澳币的议息会议。那经常我们好多投资人在去看议息会议的时候，往往会直接的去关注到说，澳洲的议息会议到底就结论是它的这个数字，或者说它的这个利率到底是多少呢？我觉得各位同学，各位投资人，如果说更加细致的去看待澳币的利息的变动的时候，可以去参考或者说直接去查找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它的这种官方网站的对行情的说明，就是它为什么会做出如下的决定，啊，才是中交易当中最重要的这地方。那我们看到在中间啊，它的 latest news 是说它的 Reserve Bank 的 asset，然后它的 cash rate 啊保持啊1.5不变，而它的通货膨胀，那澳洲的通货膨胀现在是多少？1.8，这个数字很有意思。2.0到3.0是国际公认的，啊，国际通货膨胀的标准值，而现在它的数值呢变到了1.8，已经非常接近，所以市场会对它的这种可能的，啊，这种加息的预期是相当强烈的。包括我们看到，在11月10号的时候会公布它的啊，statement on monetary policy，它的这种货币政策的 statement 会在，这个时间公布，那。Philip Lowe，他这个 governor 也会在17号去做这种讲话，所以这些内容，我觉得很多是值得关注。这也是为什么储银在这次既不去升息，又能够使得澳币在中间有提振的一些市场的原因和看法。所以中间，我觉得这个网站上的这部分的内容值得大家去关注，包括它的 monetary policy 的这些内容，它到底有哪些的这种财政政策去公布的？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所以市场的话不只是单纯的是否加息，是否有1.5去变化到哪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些地区同学说，没有声音，我们其他同学呢，可以看，听得到吗？你们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那听不到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去看哈。对，大部分同学，都还听得正常的哈。那我们就，可能有个别同学不正常的话，那去看一下自己的电脑是否清楚了哈，调整一下自己的电脑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澳币、纽币。那进入到本周，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要公布，就是新西兰央行要公布它的议息决议。新西兰是加过息的，那议息的过程当中是否会产生一些新的波动和变化？这时候我们看到，有几个央行，那央行当中，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它有它的官网，另外新西兰的官网叫做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那这个是它的。澳洲的银行已经公布了它的利息决议，新西兰还没有公布，所以市场当中对新西兰的这种，看法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认为的是，现在的纽币处在一个上涨的环节当中。假设一旦加息，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数值会有更大或更明显的变化。那我们看到在目前的状况下，它的利率呢是1.75啊，年息1.75，它的通货膨胀要比澳洲还好。所以新西兰的经济可以说是，在这些，发达国家当中，单就通货膨胀率来说是最为理想的，1.9，既接近二，又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位置上，所以它的数据呢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我们在上周去谈及新西兰的就业状况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就业好、零售数据好和通货膨胀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纽币如果产生一些加息的话，我会觉得纽币会产生出一些破位的行情。这个时间点，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其实对纽币做过非常精准的判断，0.6850的位置开始去做多纽币。那本周的时候行情冲击过它的高点，那这个高点是在6948，局部上是6948，那。行情，我个人感觉这个图形呢，可能还会继续去冲高，走出纽币的一波大行情。纽币现在处在相对的低位，纽币处在相对低位，这个破位的位置在2周之前的高点，就是如果我们确认的话，这个高点是在7000点关卡，具体准确的读数是
0.7003，就是牛币站上7000点关卡的时候，这个行情将会更加的确认。我们现在各种纽币类的持仓已经非常多了纽日澳纽英镑兑纽币这些纽币类的这些单已经非常多，所以我在这边不在纽币的纽尾的直盘上面去增加头寸。但是投资人要知道，如果在最近的一两天当中纽币要加息的话，显然对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底部会确认，不管美元是什么状况，因为美元现在对市场的影响相对而长久的，而对于纽美这个货币对来说，纽币的影响会更加的直接。所以我觉得纽币仍然是值得去交易，对手货币是澳币，对手货币是美日，对手货币是日币，都是可以。那有投资人还持有的，纽瑞我觉得纽瑞也是可以。这个货币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货币的。纽瑞这个货币对，如果大家做长线交易的话，纽瑞这个货币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货币对。规格，纽瑞的点差，当天的买单的点差是0.4，就是每持仓1天纽瑞，它会给你0.4，就一手交易会有4块钱瑞士法郎的一个息差。那瑞士法郎大致和美元是一样的，美瑞大约是一左右，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纽瑞买就一手。你注意，买一手纽瑞是多少成本呢？是10万纽币，成本是相当低的，相当低的纽瑞的成本买入之后就可以得到4个瑞士法郎每天的一个利息的回报，这是相当高的利息回报了。我们也可以计算一下这个利息回报是多少。我们来这里去计算一下，实际的计算一下，纽瑞的利息回报是多少？我们之前做这个工作，没有做过这个工作。注意，它的在交易当中，理论息差还有实际息差有可能会变化的比较多。好，那这张图也是我会发到一个内部的当中是我们，各位同学发给一个内部图。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看一下读它的数据，它的利息是多少呢？利息是，我们看一下纽瑞的息差，规格。那当然，如果有投资人你去做，如果做纽瑞的套息交易的话，有些平台给的息差和库存费会更高啊。我们以4.5为例吧，假设以4.5为例，方老师，我们一会儿想录一个大型报，您这边能稍微小一点声吗？好吧。我也稍微想，我们旁边有一个美女大情报也在我旁边在进行，我给大家看一下Hello，是丑女大著名的美女主持人，我们今天的丑女大情报，不，美女大情报的，那是美女大情报。好，所以她是，美女在旁边，骗老师这个心神不容易集中，你知道吧？这个。每下有4.5瑞郎，有这么多瑞郎。那么每年的年化呢？我们来算一下，如果这个数字乘以365，365乘以4.5等于，每年，每年是1642.50，那多少呢？瑞郎。瑞郎。那么这么多瑞郎对应的多少纽币呢？我们看到，
瑞朗和纽币之间它的对应的关系呢是0.69，什么意思啊？每一个纽币对应的0.6923个瑞士法郎，那么用这个数字去除以0.6923等于，啊，我们来算一下，用1641.50去除以0.6923等于2371。大家分享一个狼来了的故事。这美国股市啊是连涨了8年，随着喊了近1年的八年魔咒美市崩盘的说法呢，美国股市就是不断的创出新高。好，我们先停一下这个主持人的现场主播了。如果美股顺利挺过这最后2个月的话，也就打破了这个魔咒，连涨9年。回顾一下近期啊，11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在家里躺着，但是啊，美股是躺赢了。美国三大股指不断的创出新高，从10月2日至今呢1个月的时间，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涨了5.1%，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4.47%，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85%。美股在一片质疑泡沫声中啊，天是不信这个邪，就是一个涨啊，未来还能不能涨呢？这税改落地啊是一个关键。因为有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税每降低1%，美国企业每股盈利将增超10%。紧张了，看见没？主持人也是会按这个。关键，因为有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税每降1%，美国企业每股利润将增超1美元。所以说，美国股市从目前来看啊，应该是还没有到顶，而且是后劲十足呢。著名经济学家金岩石认为，缩表、减债、加息、减税这四大因素或将主宰未来几年的美国经济，改善美国在全球化市场当中的相对的经济地位。税改落，因为有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税每降1%，美国企业每股盈利。因为有研究表明，美国企业税每降1%，美国企业的每股利润将增超1美元，所以美国股市目前来看啊，应该是还没有到顶，并且是后劲十足呢。著名经济学家金岩石认为，缩表、减债、加息、减税这四大因素呢，或将主宰未来几年的美国经济，改善美国在全球化市场当中相对经济地位。可以预料的是呢，将有更多的美元资产和跨国企业进入到美国，这将提升美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之际，锦上添花。哎呀，这看看别人家的牛啊，都已经跑疯了，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呐！那 A 股能不能跟着美股一起涨起来呢？其实这 A 股呢，进入到下半年以来呀，也开始了一个稳步回升的阶段。根据统计显示呢，6月份以来，上证指数是上涨了9.31%，深成指呢是上涨了16.25%。哎，这个创业板虽然表现比较差一点，但是也有5.41%的涨幅。A 股在今年6月份以来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市场能不能彻底的走出阴霾，真正的进入到牛市通道呢？这也是每个投资者都关心的话题。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成熟都是未来中国股市的福音。透过指数看趋势，中国经济的证券化是已经拉开了序幕，家庭财富的证券化率将在未来平稳提升。著名经济学家金岩石呢，更是给出了令人欣喜的答案。沪指6124点一定会被超越的。总的来说呢 ，A 股，最后一讲上来总的来说呢，美股会见顶 ，A 股的大牛市也不远。那么到底哪边的股市更值得我们来关注呢？赶快来添加远见财讯的微信与微博公众号吧。微信与微博公众号真厉害呀！哎呀，那。对不起啊，老师，您辛苦了，辛苦了。看来还是 Kevin 老师厉害 ，Kevin 老师还不登机呢。我们也下次弄一个美女主播在旁边，我觉得这也蛮有吸引力的。好，刚才跟大家去，刚才有一个
小插曲啊，我们来去计算说这个图形当中到底会有多少套息的收益。那中间我们会通过刚才计算说，如果我们进行获利的话，每手交易做一手交易会有2371纽币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那么这个利息的收益是基于每手纽币的，那每手纽币是大约多少呢？每手纽币啊是10万纽币，那就是做这一手交易是10万纽币。那如果我们在这笔交易当中使用一个杠杆的话，那就是它的净收益，那中间说一个净收益是10万，用2.37除以10万，就是2371纽币，就是除以10万纽币，得到一个2.37净收益。那我们在外汇交易当中通常会使用一个杠杆去做交易，就是说我们不会说真正是账户上有10万纽币，然后就做了一手的纽币对瑞士法郎，不会这样做。我们通常会使用一个杠杆。而中长线交易，假如说我们使用五倍杠杆的话，这个收益就会乘以五倍，那它的得数了就会变成2.37×5=11.85。11.85，那也就是说，当我们使用五倍杠杆去做它的话，棒纽这个货币对在这个平台上，它的年化收益率就会达到11.85。那有些平台，他们这个有可能它的利率的可能会高一些，有可能会低一些，会产生的这些变化，可能有所变化，但是它的年化收益大多数是这样的。对于如果一部分投资人他的投资的目标就是保本的话，我觉得使用一些套息交易，它可以非常清晰的去完成它的保本功能，而且会产生一些相当不错的年化收益。这个年化收益只需要，那我们说什么时候它会亏损呢？纽瑞走出大幅下跌行情的时候它会亏损，纽瑞走出大幅上涨的时候它会盈利。而这个状况当中，我们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技术分析的手段去找出这个行情涨势还是跌势。比如说我们经常会使用在日线图上的 SMA200 去判断中长线的走势，我们会在日线图上使用55天的均线去判断它是否是涨势。那当它处在一个涨势的整体状况当中的时候，我们去买入纽币对瑞士法郎的话，它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收益，这个收益大约是年化收益的 11.8 左右的一个年化收益。所以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的一个盈利所得了，那是在这部分当中的盈利所得，它同时也经过了一个计算。那好多同学做了这笔交易，可能是不一定能够真正掌握住它到底它的盈利的值是多少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样的计算去得到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数值。这是我们所说的套息交易的息差计算啊，当然还有除此之外还有理论息差和实际息差之间的比值，我就在这里就不去更多的去讲了。继续在高位的上涨行情当中运行，重新冲到了114.0的上方啊，继续保持原有的这种上涨的势头，保持原有上涨的势头。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币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评价了。美元对日币在113-114之间去震荡，今天重新站到了110上方。现在当然美元对日币现在做多我觉得需要它破位，做空的话呢高空的行情现在也不太确认了。我觉得美元对日币蛮两难的，看看它之后行情如何去变动了。但是总体而言，我觉得美元本身这一周走的还是相对偏强的，就是如果去界定一下，美元走的还是相对偏强。看一下刚才那个表格对美元的界定，我们发觉在数据层面上，美元对美元的
它的直接走势，它在周层级上是上涨了 2.7， 日层级上上涨了 0.08， 所以整体上这个数据是无可否认的，就是美元在周层级上 是在上涨，在日层级上是上涨，就在年这个层级上才呈现出了年化 3.12 的一个下跌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在最近交易的时候还是本着强美元的思路去做单了。那当然有些货币 比美元还强，那就是加币是比美元还强的，中间是最强的。我们看到美加目前的在周线层级上下跌了 1.3， 说明美加就加币的强度是正 1.3。纽币的强度，我们看到纽币的强度是 1.23， 所以市场当中最强的应该是加币，其次强的是纽币，所以这两个货币是相互比强的。那最弱的货币，我觉得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英镑是最弱的货币，欧元也紧随其后，属于一个弱势货币。好，这是它，所以强弱对比上，通过这张图已经看的是比较清楚了。好，美元对日币我觉得相对的偏多哈。纽币在四小时图上也是走出大型阳线，然后有回落行情。我觉得纽币这个图形如果没有建立头寸，如果没有建立头寸的话，今天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去建立一些头寸了。前期的关卡价位反复的去冲击。冲击，我觉得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特别是如果数据出现在纽币加息之前就已经破位的话，那这个行情会更加的确认。这是我对纽币的看法，不排除我们在现在就接一些纽币的多单。那现在纽币去做多，属于我们在交易当中所说的顶位做多，就行情在没有破位之前就先做多了。那如果说标准的做单方法，或者是更为容易理解的做单方法，可以把纽币的多单放在它的70关卡之上啊，就前期的关卡70的位置，还有这一周的关卡价位是6960的位置。我觉得在这里边稳妥一些的方法，我们可以做 buy stop 单。止损值我觉得在这个图形当中止损值它的平均波幅35点，我们选择大约70点的一个平均止损，然后止损在 0.68 之下。6890的话呢，大约是一个70点，那选择的 ATR 指标的两倍的一个位置。行情上去之后然后再做打算了。我们可以把那守在这里的话，它的止损值实际上是止损在大型阳线的底端位置，以大型阳线去做这个布局。第一目标位我们可以选定在大型阳线的位置的一倍的位置上。那这个阳线走了有大约60点啊，走了60点行情，往上走60点的话会到入场位置，再往上走60点的话会到702G 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图形假设行情从60的位置上再次上破，走到70的关卡价位上时，将会出现再一次的加息的，不是再次的加码的交易机会。我们给予这样的一个分布啊，这种分布入场的一个图形。注意这两单都是使用挂单交易的。另外这两单挂单交易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变化，所以投资人大家在看这单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随时去关注我们的动态啊，特别是如果有投资人已经入场这波交易的时候，更是需要去
直接的去关注到说我们如何去处理牛美的这张单，因为这周基本面上的动力也是有的，就是纽币是否加息。刚才我们通过刚才新西兰的官网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 的这个官网上面已经去看到了新西兰其实数据不错的加息的预期也是比较强，通货膨胀达到 1.9， 就业的数据也比较好，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上纽币的这些多单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发动，这时候需要我们有行情在手，这是中间我们对纽币的看法。那除此之外，一些直盘货币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日内的交易的格局包括纽币，我们看到现在行情是上涨回到了关键位置，也有一些投资人他就会做这个，这是飞龙在天，是飞龙在天的图，那现在它其实蛮符合的，所以我们参加过强化二级，去学习过这个投资人可以在这个地方它反转之后，我们看到现在进入到二区，然后出现反转，它的交易状况已经挺好的，不排除我们现在就去多一单日内的单。日内纽币它的止盈止损会比较小，我觉得日内纽币它的止损可能会放在30点和40点，就是止损30点，止盈40点这样的位置我在这边不去再过多的去做纽币的单，担心大家布局纽币的单特别多会产生疑问，但是纽币确实在这个交易当中质量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纽美那我们看到在交易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就是欧元对英镑已经下破了，已经继续在朝下走了。欧镑从我们昨天入场之后，今天往下跑了50多点。欧镑往下跑了50多点，欧镑昨天开始加速了，形成穿越，欧镑再继续朝下走。这个货币是走的比较清楚的，因为镑在反弹镑在走反弹行情，欧元蛮单纯的，欧元在朝下走。所以两个货币，欧元和英镑的它们走势不是完全相关的，现在出现了一些节奏上的变化，欧元在直接往下走，英镑在走反弹，所以带动的欧镑会走出一个买强空弱的一个交易的机会。所以在本周上就欧元、英镑、欧镑这三个货币，我个人认为是多英镑控欧镑这么样一个排兵布阵的方式。再看一下其他的直盘货币我们有不少同学去做了欧元对澳币的交易，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特别理想。那么反过来说，欧元对纽币的单就非常理想，我们现在欧元对纽币累计有30的欧纽的空单，也是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下跌，所以我觉得这个纽币以及纽币相关的交叉盘在交易当中你是要予以特别重视。我们把这个交易当中的这些止损位置移动下来不要再去承担过多的止损的位置。所以纽币我觉得在本周里边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明星货币，是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欧元对瑞士法郎逐渐形成顶部格局，这是 N 型结构的第二波了。行情目前跌破了4小时图上的月线的走势，已经下破到月线之下，所以欧元对瑞士法郎这个顶部真的可能会形成欧瑞的顶部，大型阴线下来到颈线反弹，这个结构是一个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待确认结构这个结构如果形成，将会形成一个这是欧瑞的头肩顶待确认结构。我觉得图形也比较清楚了，颈线的位置颈线的位置如果约略去读的话，这个颈线位置存在的位置是在1.15675左右，
六七，一步之遥啊！现在只差一步之遥。啊，我把前边这个图先塞入一下啊。这个图形是欧元对纽币的单，也是面临4小时图上的颈线位置。一步之遥啊，距离颈线位置一步之遥。我想这个形态看起来也是不难的，就是这个图形也是比较清楚的。这是它的，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颈线的位置。那行情破颈线回调，或者就是破颈线啊，单纯的下破有可能。反弹之后再下破，这些都是有可能产生的可能性，或者说破位之后再反弹，然后再下跌都是有可能。那中间它的关键的节点，我觉得已经一步之遥了。啊，一步之遥。我们在技术层面上，我觉得这个货币也是值得关注的。在本周的时候，在周一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说有几个货币值得关注，美元对加币，英镑对日币，还有纽币相关的货币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欧元对瑞士法郎的这组货币对也呈现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破位下来之后，我们会切入到这个行情当中的。啊，欧元对，好，谢谢刚才同学的提醒，我写成欧纽了，欧瑞，欧瑞的四小时是欧瑞的四小时的走势啊，颈线也相当的清楚。那颈线是否下破，决定的是将来是走成头肩顶还是头肩形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主要的。直盘货币当中，还有交叉盘当中形成的这些交易的机会，黄金今天的价格重新冲高回落，那回到的高点就是我们入场做空的好点。黄金目前的状况是在1280到1260200点的范围内做宽幅盘整，高空黄金是我的主要的交易思路，逢高做空黄金是我们主要思路。留几分钟时间给各位投资人去提问题。今天我们在课堂上其实交易的单也不少啊，把握这些交易的单。那另外，9点到10点有直播，我一会儿把直播的链接发给大家。悉尼的同学、澳洲同学可能观看的时间比较晚啊，因为这次的时间，北京时间安排到了9点到10点啊，通常7点到7点多的时候会早一些，对应悉尼时间10点。今天可能要从12点开始，悉尼时间要从12点开始到1点，观看同学比较辛苦。那当然在直播解答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同学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微信群中向我提问啊，我也会通过电视的现场，通过另一个媒体渠道电视的现场来给大家去回答我们同学的问题。
好，那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晚间的时候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了。另外一个小时之后，连老师会带领大家到每周盘的讲解当中。我们看到黄金也到了关键的位置，又从1280开始向下运行了。是否切入到黄金的交易当中或者说黄金该如何去布局我们一会儿呢会听连老师和大家去讲解黄金的交易。好，那我们今天在北京远见财讯的演播厅的现场给大家做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的参加，我们明天再见。